我叫张雨桐，今年13岁，打球打了将近3年吧，就感觉我是这里边年龄最小的一个嘛，算是一个有优势也有劣势吧。劣势就是可能因为身高或身体素质可能没有其他大哥哥好一些，然后呢优势就是可能就是一些目光啊会集中在我这边，因为我年龄比较小，人家会想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年龄的人来参加这个节目呢。大家好，我是滴滴，我来自台湾，是一个职业的花式篮球玩家。然后我到这个节目呢，是希望让更多人看到不一样的篮球。我谁都能打，我希望在场上别人把我当一个球员来看待。快走！哈哈哈！弟弟很会演啊！我还是保持我热爱篮球那份喜悦，全场最快乐的球员。差一点，没关系。哦，差一点，没关系。太难了，不能急躁，一急躁肯定就是会丢球啊一些。OK。欧耶。顶住。好防。很好的防守啊！好球！这弟弟也挺不好打的。打不过，这打不过，这打不过。打不过，打不过。过他！呜呜呜！好在服。来了。篮球的未来之星，我喜欢他，他很认真，一直不笑。他没笑过，没笑过，这可以要。哎，如果你支持赵雨桐的话，来给点喊声好吗？强，在这。早上犯规。我犯规。两次。好了，罚球还不错。哎哎哎！一、哎、一、哎。张雨桐。反击。张雨桐。张雨桐。张雨桐，张雨桐。他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就是很和善，结果都是骗人的。他上场的时候超凶悍的，这小孩打他说不定赢了。防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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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防守。Come on.
那么按照规则，恭喜滴滴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。这世界很酷。